欢迎大家来到993，全网最专业又有颜值的舞蹈频道，欢迎大家！我是这一档的跳舞主播，我叫梦露，很高兴在这里大家相识。欢迎豆丁哥哥，欢迎！你好，豆丁哥，早上好。然后喜欢主播的可以点击一下主播的直播时通知，花心心送一下，谢谢。飞姐，所以要及时点上关注哦。飞姐已经走了，她已经走了，你们待会儿可以去她的直播间，就可以看见她了。好，我们开始跳第一支舞。其实我还刚睡醒，有点懵。那个这个。
谢谢大家的点心还有六六，谢谢。刚那个音乐稍微偏活力一点，会比较的开心，然后在一个天气很好的夏天。然后这是我们待会儿要跳的舞，先给大家听一下，直播好漂亮，谢谢。那一定要记得点一下关注。欢迎帅帅哥哥，帅帅哥早，你们都好早啊，你们真早。来，我们来跳这个。叫有时寂寞，有时寂寞。有时寂寞，这个音乐的名字叫做
然后刚刚上一个叫 B 包不怕，主播我拍了，谢谢，谢谢。对，喜欢主播的可以点击一下关注，你要是不喜欢的话也可以点击一下，你可以看一下为什么不喜欢。这么一个胸大腿长的主播为什么不喜欢？哦，好的好的，妍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我们稍微歇会儿再跳最后一支，我们就待会儿下一个麦序见。跟你生猴子，今年是什么年？今年应该是，明年应该是猪年啊，生不了猴子，只能是一个猪，是一个小猪猪。来给大家转评一下，我们就跳舞了。咱们屏幕下方点心的位置，打开点心的位置，点击一下，然后我们直播时通知，左上方五星五星嗨翻天的预约，还有我们麦序上的宝宝梦露，还有波波，对星星哦，今天星星好像这也太少了吧，这都没有上牌。来加油，我们再跳一个舞我就走了，就待会儿下一个麦序见。